媒体，我们聊太开了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来，谢谢谢谢。嗯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来，我们有麦克风，谢谢。大哥您好，到是台湾 TVBS 新闻。然后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您刚刚说，就是不是您换角调彭于晏，那你后来选择罗志祥跟欧阳娜娜的原因是什么？那这次因为在台北开镜，所以其实会选台北哪一些地点来拍摄？可以先稍微透露一下，那预计拍多久？透露一下你就过来了。第一，彭于晏我也没有选，小猪也不是我选，欧阳娜娜真的也不是我选，因为呢，请了这个导演，我全权由他抓主意。以前呢，我就太多个参与，变成很多的外权，就是哎呀，请陈东做演员，就最后就把导演给换了。后来到了那个好像新书事件，本来不是我拍的，是别人拍的。后来那个我说我很有兴趣拍，尔冬升说不行，我怕你把我换掉。我说我会一句话都不讲。新书事件我讲了，只是讲了一句而已，从来没有讲过话，没有参与任何事情，包括这个电影也是，导演叫我剪头发，叫我染头发，叫我穿什么服装，我完完全全的很听话，因为我现在是希望突破，不希望老是成龙式的电影，我希望会变，除了十二生肖啊成龙式的，其他的我就希望去，他刚刚要把我两边头发剪短要染的话，我还在怀疑，后来出来那个片呢，哎还不错，而且还有些人讲，哎呀，反而年轻了啊，真的，就我要相信人，不然的话，老是长头发那个短光，那些动作也是那些东西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希望去变化，真的全我从来没有参与任何事情，真的。所以真相大白，换掉彭于晏的是导演。对。导演，可不可以回答一下这个卡斯的组合？我是坐着中枪的是吧？对，不是躺。对，演员是我来定，我基本上会有了人选会跟大哥沟通，因为大哥是监制，大哥管的更多的是剧本。嗯，演员其实小猪也一直是我们的人选，然后因为娜娜她也是年龄在这个十几岁到二十岁以下的这个年龄段。选择性非常少，嗯，所以我是喜欢找他跟这个人物非常贴近的，嗯，对，所以因为小猪会负责一些有一些喜的东西，嗯，所以可能太帅的那些演员他们，你们怎么讲话怎么会得罪人？先讲意思是说欧阳娜娜是选不到人才选他，然后小猪又是因为没有那么帅所以我才选他，我的妈呀，这是我的梦魇，大家已经直播出去了吗？算了随便啦。然后呢，那旁边的夏侯怎么回事？抽签抽到的是吧？是我导演只跟我讲一个，他说一个那个小猪好不好，我说好啊，真的是，我就说好啊，因为我没有，我的意思是小猪在很帅的里边又会演喜剧的，哦，对，可以扮丑，因为有些人只会帅但不会喜剧，对，什么都会。那欧阳娜娜其实是，她也什么都会啊，海选几百万人当中万中挑一的一位，对，开始是想找一个就是更全面的人，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，我怎么都没想到是他。你现在直接唱首歌，你现在直接唱首歌补。真的，你不要讲话了。今天一直防的是他，我没想到是他。佳佳，唱首歌吧，能挡多久挡多久。你白白我的心，你自己唱。我爱情的歌曲，唱个唱。我的妈呀，世道不一样。我们好可怜。哎，找不到你，有人找你了。我是因为不够帅。那你呢？还有出我三个几个钱是个笑话，激情之血。好，我问，报告导演，报告导演，晚今天晚上晚班你就惨了，看 NG 再来一遍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好，大家还有问题吗？应该没有了吧？有没有？果然不问了，是不是？